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王老师。今天这节课王老师给你讲桑巴舞的一个小练习，跟我一起单脚重心两拍往下，一二三，连接你的臀部和腰部，四反弹脚踝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手打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 OK， 侧面，好，一二下降，三连接你的臀部和腰部，四推起来脚踝，然后到另外一边重心，一二三四转换，五六七八，然后你可以让你的身体的一侧去加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 OK， 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再走哦。